蔡大富，我肋头甲正白，我拍甲规身骨拢是伤。你敢会当，我一个机会？袂用的，蔡大富，你根本就无了解你家己真正的心意是啥。你爱的敢真正是我，还是你只是因为爱袂着，所以才无愿意放弃？ 就参像当初你对爱家感情嘛共款啊，你嘛是后来才发现，你只是无想要输尔。所以我认为，你追求的毋是爱家嘛毋是我，只是一份你无去放弃伊的坚持。现在我规身骨贴到要心肝，快哦蔡大夫，将痛快表情我来送。蔡大夫，你冤枉啊！ 东面是个跌掉小爷，小爷我拢是乖的，你只是我是外手阿伯，枪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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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打死你！你有了我，还是菜农？让大家认为我是凶手，我不跟你打到哀悲叫母啊！是帮咱解决我心头怨恨啊！阿娘喂，石头抓拢起来，真正是有够恐怖的啦！啊！老乡，老乡，闭嘴打他，再打就死了！老乡还这么恐怖啊！老乡，哥爸，哥爸，我会死了！拜托来原谅我，我唔知啊，我唔对啊！啊！不连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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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罗！我袂啊，阿袂啦！我自细汉到大汉拢是强拍，今仔日总算是偷草开啊！黄冠霖迄阵拄啊，互拍到做告白呢，吼！无啦，你较勇，拍两下互伊吼，就叫唔敢，厉害厉害！像哥这黄冠霖吼，啊，规工做一大堆吼，咧歹代志啊！国家安尼搞冤枉，我当然啊，阿该甲夹死起。就是讲的，你坐过家，搁一头过，伊家掠你，真正是找死的。石头哥，我感觉吼，咱两个人会当组一个侠客二人组，四界行江湖，行侠仗义。帮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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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行侠仗义？姐姐，你是莫变鬼哦，走路哪都无声啊！当时说出来，我还惊者。你这是心虚，唔才会惊。你是故意做啥歹代志啊？姐姐，你嘛对你家己的小弟较有信心的，我敢有较歹？你是要老实讲个啦？我也无做啥歹代志，是要讲啥啦？张明伦，伊，我来讲啊，好了，我来讲啦。啊，其实也无啥啊，我都甲石头哥去为民除害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遐讲啥？啊，你莫管遐多啦，飞碟吼，就是有一个不可回收的垃圾，我甲石头哥吼去甲扫扫的，嘛是算讲对台湾的环保有一寡贡献啦。哇！想不到你这么忧国忧民，搁热心爱环保呢，那也不要家己啊，包包得扔掉哈。你感觉世界乱了，谁去找头路？你哦，这是一个大公害。石头哥，我是不知哦，你跟阿伦哦，伫外口做什么代志？要唔过你也会记得，你才拄交保，千万袂当惹麻烦。你敢知影？你无在这段时间，默默偌艰苦，偌烦恼哩。无啦，阿我你误会啦，我唔是吼、喔，叫我刚才惹麻烦呢。
无就上好啦。你即马做爸爸的人哦，叔叔哦，待身体默默失常，爱较定着较忍耐咧，知影无？我知啦，啊你放心啦，若真正出什么代志哦，我会去承担啦，袂牵连着你啊。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默默吼，阿弟出来等我，我先回去啊。好，晚安。好。石头哥，今麦敢是咧搞激气？你都不爱相信伊，伊当然嘛无欢喜。我哪有不爱相信伊啦？啊，我是叫伊吼万事替默默设想，安尼敢有讲唔对？无，你拢无唔对。啊，拄仔石头哥嘛讲啊，什么代志伊家己承担，袂去牵连着你，你就莫管他多啊啦。什么拢管他多？我就是无想要默默伤心艰苦啊！啊，搁有，你是阮小弟，我做这侪关心你，我有啥唔对？摸唔对，你骂我是爱我，你怕我是唔甘我，你相信我？爱你，爱你。姐姐，我搁有一件代志要来讲。什么代志？我不都要，我想要吃肉。两个来对我肉吧。姐姐啊，谢谢姐姐。石头哥，你是趁浪汤做甚物戆代志呢？姐姐，你搞屁？电锅是烫的啦！还是国王的卤肉啦？跳人家看有啦！